风池穴在额后乳突推至枕骨到底之凹陷处，它在发际内向对侧的眼睛处按揉，主要是治疗感冒、头痛、头昏、颈项强痛、眼鼻病、高血压。肩盂在肩部的三角肌上哦，当手臂外展或者是向前平伸的时候，那它的肩峰下呢会出现两个凹窝。那前面的这个凹窝呢，就是肩盂，它在骨缝之间哦。主要是治疗中风偏瘫、肩关节周围炎、高血压、肩颈酸痛。曲池穴，首先曲直成直角，本穴在轴弯横纹的尽头处。那我们是往轴侧的地方按揉，主要是治疗中风偏瘫、高热、感冒、高血压、肘关节痛。内关穴，首先仰掌，它在腕横纹上三横指，约2寸的地方，腕横纹上三横指，在两筋之间。那主要是治疗呕吐、胃痛、高血压、失眠、上肢疼痛、麻木偏瘫。神门穴，首先仰掌，它在腕横纹尺侧端，在小指侧的地方，韧带内。那主要是治疗失眠、健忘、心悸。劳宫穴，首先手半握拳。它在中指的指尖处，在大概第二、第三掌骨之间，主要是治疗中风、手麻跟胸闷。合谷穴，大拇指跟食指合并。虎口处隆起最高点为穴，那往掌骨就是食指侧的地方按揉，主要是治疗头痛、腹痛、感冒、口眼歪斜、咳嗽、喉咙痛、中风偏瘫。三阴交。它在小腿内侧，足内踝突出处上方四横指，大约3寸的地方，那在胫骨后缘的一个凹窝，在筋肉之间，足内踝突出处的上方四横指，主要是治疗失眠、消化不良、中风偏瘫、高血压、腹胀。足三里，它在小腿外侧，肚皮下3寸，距胫骨前缘1横指，也就是外膝眼下4横指的地方，距胫骨前缘1横指，主要是治疗高血压、中风偏瘫、膝关节痛、胃痛、腹痛、便秘、腹胀。